11月18日，女星朱丹发布微博分享怀孕生产故事。朱丹表示，做了妈妈连牢骚都不愿意发，所有一切都是甘愿承受。从孕期到月子，在我身上总会出现找不出原因的不适，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无奈，然后咬牙坚持。上天给我一个天使宝宝，我就愿为你扛起所有的痛。想起一首歌，他说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，不要问为什么。从朱丹发布的感慨中不难看出，从怀孕到产女经历了诸多不易。其实早在10月25日，朱丹就曾在微博发文爆料产后软肋骨发炎疼痛，表示每天如针扎，想抱你却疼到呲牙咧嘴。2017年4月，有知情人爆料称，朱丹和周一围已秘密完婚。6月18日，朱丹在微博晒出大腹翩翩的照片，自称珠圆玉润，俨然是大方承认已经怀孕。9月28日，两人迎来小公主的诞生，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。对于朱丹的坚持和对女儿无私的爱，网友赞她为伟大的母亲。